零基础学 IT， 月薪过万就来黑马程序员，黑马程序员成就 IT 黑马。啊，接下来呢，来再来看一下这个第九个啊，第九个叫 clear 和 control 加 l 这个指令。那么与其说它是个指令的话啊，其实倒不如说它是一个不能说是快捷键，是一个小技巧、小实用的功能吧，这么说反而更恰当一点啊。那 clear 呢，它的这个含义啊，我们先看它的作用。作用呢，先从它的单词上去解释一下。 clear 叫清空啊，叫清空。那么所以呢，它的这个对应的作用呢，其实可以通过这个单词含义来说一下的啊。 clear 就表示清除，哎，我们这个终端中啊已经存在的命令和和这个结果啊，或者说就统称说就统称说信息，这个总结很到位啊，清除这里面已经存在的一些信息，就这个作用啊。那这个地方呢，我写的这个符号呢是一个斜杠，斜杠的表示呢就表示或者，也就是说这两个操作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前面这个呢它是在里面输入的一个命令，后面这个呢是一个快捷键啊，其实都一样的啊，它的作用是这么一个操作。那么语法呢也很简单，这个命令呢没有什么参数，直接就 clear 就可以了啊， clear clear 啊，语法 clear。 那么或者快捷键啊，快捷键啊，然后就是 ctrl， 也就控制键加上 l， 加上这个 l 呢，我这写个大写，但是不需要按住 shift 加 l， 就直接 control 加 l 这个键就行了啊，不需要大写啊，就它这个作用。那我们可以去试一下啊，哎，把这个命令呢我们放到这块来，我们这里面本身是不是有很多显示啊，是吧？然后我按一下 Ctrl 加 L 或者 cl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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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按下上它就出来了。那同学说以前的命令这个时候呢，你先看一下左侧右侧的这个滚动条，你会发现前面还有东西，那有没有呢？往上，其实它不能严格意义上说是清除，它只是把原先的命令往上放了啊，就这个作用。但是它能够实现清明的效果，因为这个屏幕当前屏幕这上面的确没有什么东西了，只有这个等待输入的这一块，这个样子啊，所以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清屏。其实呢，并没有真正的说把以前东西给清掉啊，只是把当前屏幕的东西给它清掉了啊，就这个作用啊。行，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还有个快捷键，就是刚才说的 Ctrl 加 L， 它也能实现这个效果。这两个是等价的，它也能够往上滚动，也就是前面呢还是有东西的啊，还是有东西的，所以两个效果呢是一样的。那以后呢，大家用哪一个就看自己的习惯吧。想用 Ctrl 加 L， 那就 Ctrl 加 L； 想用 clear， 那就 clear。嗯，行，那么这两个都可以啊，都能达到这个效果。那么需要注意的就是，需要注意的是，那么该命令呢？并不是真的清除了之前的信息啊，之前的信息，而是呢把之前的信息隐藏到了最上面。我们可以呢通过滚动条继续查看以前的信息啊，继续查看以前的信息。那万一真的是把以前的命令给清掉了，那么通过 Ctrl 加 L 或者说 clear， 你就通过滚动条滚动的话，你就看不了以前的信息了。这一点呢，对于这个用户的一个使用习惯来讲不是很好。那万一真的是习惯性的 Ctrl 加 L 了，但是我还真想看以前我输了什么东西，你还真想不起来了啊，所以保留历史记录到最前面是有好处的啊，是有好处的，就这么一个好处。那么类似的操作呢，扩展一下，在 Windows 下呢也有，在我们 Windows 下也有这个对的命令。比如说大家都熟悉的这个屏是吧？屏是测试这个连接性的是吧？那么这些信息我输完之后，我想把它清掉怎么办呢？ Ctrl 加 L 有没有用呢？有啥用啊？没有用啊。然后这里面也是 clear 吗？
不是，叫 CLS。 那是不是真氢了呢？你往上滚动你会发现滚不了，哎，这个是真氢了的啊。所以两个系统呢，它效果虽然说感觉有点像，但实际上还是有点差异的啊。而 CLS 它的全称叫 Clear Screen， 也就是清除屏幕，所以称作叫清屏啊。这个了解一下就行了啊，因为毕竟以后我们还是接触这个 Linux 比较多啊， Windows 呢知道也有这么个命令。嗯，行，那么这个呢是第九个啊，它是比较实用的一个东西啊。行，那么最后呢就是关于我们进阶这里面的最后一个啊，管道，它也是重要的一个东西啊，叫管道。那么管道，什么是管道啊？那么管道呢，我们先认一下管道符。管道符长什么样子？管道符就是一个竖线，就是一个竖线。这个竖线啊，千万不要把它和一呀、啊，还有和小写的啊，小写的这个 L， 小写的 L， 千万不要把它和这些搞混了啊。长得是很像的，但其实不是啊。这个竖线怎么输出出来 ？Shift 加上我们的大的那个回车键上面的那个，也就是退格键下面那个键。能找到吗？能找到啊，一定要能找到。在 backspace 那个键下面那个啊， shift 加上 backspace 下面那个键，这个就是这个竖线啊，这个就是称之为叫管道符号啊，叫管道符啊。然后接下来我们关心的就是这个管道符它到底能够实现哪些作用，或者说怎么去用。那么先来看作用。作用呢，这个管道符呢很强大的一个符号啊，管道符或者说管道操作呢，一般呢可以用于啊，可以用于哪些方面？第一个，过滤，它可以用于过滤，这个使用率最高的一个啊，第一个可以用于过滤。第二个呢，那我这里边有写了，第二个呢有特殊的用法，也有一些特殊的用法啊。第三个呢就是一个哎，叫做扩展处理的一个用法啊，扩展处理的用法啊，主要是这三个用法。那其中最多的还是过滤，最多的还是过滤啊。嗯，行。那三个的话，每一个呢，我们都来举个例子啊。先看看第一个啊案例。那么看案例之前呢，语法还是得先写一下的啊。语法呢，它是遵循这么一个语法：首先那个管道啊，它不能单独使用。不能单独使用，哎，必须需要配合啊我们前面呢所讲的啊这一些指令啊来一起使用。其作用主要是为了辅助，其作用哎主要是辅助作用啊，并不是主要作用，它是辅助作用。行，那么这边的话我来个案例了啊。那么案例第一个案例呢，那么这个案例呢我们就把它叫做过滤案例吧。哎，过滤案例。过滤案例要求是这样的。我们今天上午呢讲了一个命令叫 LS， 是吧 ?LS,LS 干嘛的呀？哎，以列表形式或者说列出一个目录下面的文件或者文件夹的一些名称，是吧？行，那么有这么一个要求啊，这个要求也是以后在企业工作中100%用到的。啊，这个要求是这样的，我们呢需要通过啊，通过这个管道啊，来查询出当前目录下啊，当前目录下包含哪一个啊？我们看看我们当前的这个根目录下 ls 杠下，包含 y 的吧。哎，包含 Y 字母的哎这个文档名称吧，包含 Y 字母的文档名称。哎，那如果说我现在直接 ls 根目录下，这边不用当前吧，根目录比较好一点，因为当前目录下没什么东西啊，根目录下。那么根目录下包含 Y 的，我们肉眼找一下看能找几个 Y 开头的。第一行没有是吧？第二行呢？没有吗？
这不有一个吗？是吧？哎，那么理想状态是不是只输出一个呀？行，那么这个东西我们怎么样，哎，把它输出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管道了啊。那么怎么去用？这个命令里面呢，接触一些有些东西我们是没讲过的啊，所以这个命令呢，大家也不用去想了，我写出来大家再看一下，然后呢再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这么写。那么首先要 ls 再去杠一下，这个是不是列出来指定目录下的呀，对吧？但是这一列是不是列出全部的？是不是我想要的？不是，我想要的只是包含了 y 字母的，其他不包含我不要，所以呢后面我要来个管道了，属性，然后要过滤。过滤呢有一个命令叫 grep， 叫 grep 啊， grep 啊， grep grep 啊，不是 grep， 叫 grep。 那么 grep 呢就是要过滤，那么过滤出谁？我要 y 字母，其他我不要，哎，就这么一个作用。好，那么试一下啊， ls 杠这个表示我要输出的，行，管道，然后 grep y，是不是，对吧？是不是很理想的一个效果呀？哎，这是我们想要的。那么如果说我想搜别的呢，我想输 O， 看是不是都包含 O 的，对吧？哎，那要输出包含 Z 的呢？没有。哎，这个呢就是管道的第一个作用，它能够起到一个过滤作用。那一定要注意这个 grep 这个东西也是使用率极高的，哎，一个命令。grep 是一般呢用于过滤的。那么针对上面这个命令呢，有几点要说的啊，怎么去理解它啊？针对上面这个命令，哎，上面这个命令啊的一个说明，说明第一点，说明这个管道我们需要呢，如果想要理解这个命令，我们首先得以这个管道啊作为这个分界线，作为分界线。那么前面呢，前面的命令它是不是有个输出啊？前面的命令啊执行之后应该有个输出，命令啊有个输出。那么后面的命令既然说 grep 它的作用是过滤，那么过滤是不是得有个范围，从哪个里面进行过滤啊？那其实很容易看得出来，前面的输出就是后面的什么？不是，前面的输出其实就是后面的输入。看看这句话，揣摩一下能不能理解。前面的这个东西肯定是有输出结果的，对，然后后面的话它要过滤，它要从什么中过滤，你是不是得给它呀？那么给它就得有个输入，给它的话就得有个输入。所以说管道的前面是输出，管道的后面是输入，然后再输出，过滤完之后是不是要返回结果呀？所以先输入再输出啊，因此呢前面的输入就是前面的输出就是后面的输入啊，后面呢需要先输入，哎，然后呢再过滤，最后呢再输出啊。通俗的讲，哎，通俗的讲啊，就是管道前面的输出就是后面指令的输入。这句话有没有同学不明白的？如果你这句话明白了，那么管道这边过滤这个案例应该就没问题了。回味一下，啊，第二个要说明的就是 GREP 指令了。 GREP 指令呢它的作用主要就是过滤啊，主要用于过滤啊，主要用于过滤。那么过滤之后的这个结果就是它经过它处理的一个东西啊。那么后面这个 y 呢，就是你需要过滤出来包含这个字母的啊一个结果啊。另外呢，这个 grep 呢不是说仅仅只能和 ls 搭配啊，和其他任意有输出的命令都可以搭配。CD 有输出吗？哎， CAT 是有输出的啊，但是 CD 没有输出啊。这个地方的话我们目前只是举的这个 LS 的命令，
那包括后面的话我们还会接触一些其他的命令，到时候呢也都可以去配合这个 GREP 一起啊来实现一个过滤的作用。那么这个案例最主要的就是这个一这句话，不明白的现在说啊，有没有？有。斜杠是干嘛的？公共录像。斜杠，我把它去了，您看能不能看明白什么意思？啊，有同学说这个加空格的确就能明白了。这个空格呢，其实说实话，加不加不影响，加不加不影响，你加也行，不加也行。啊，这个斜杠呢是表示根目录啊，表示根目录，我要通过 ls 列出根目录下的文件和文件夹的名称，所以这个斜杠必须要加啊。那不加的话，就表示列出当前目录了啊。啊，这是这个命令啊，第一个案例过滤案例，这个案例以后出现的频率呢是100%，极高啊！以前如果学校里学过 Linux 的时候，你应该会有这种体验，这个使用率极高，100%使用。我是这管道服是吗？我们说管道服它的作用主要是辅助作用，主要是辅助作用，可以跟别的命令，但是 GREP 呢，根据我们这个案例，它是过滤嘛，我们这地方的作用是过滤嘛，那么你要用过滤的话，就必须得用 GREP 了。嗯。GREP 的作用是过滤啊，哎，管道服主要是辅助作用，辅助查询的。GREP 啊，哎，对，就相当于搜索条件啊，带了个条件而已嘛。本身呢，我要全列出来，那现在我不全列出来了，哎，我要只列出带 Y 的，不带 Y 的我不要。有没有什么问题？有问题的吱一声。竖线，这个竖线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个叫管道符，这个空格是吧？空格。那你是中文输入法啊？那中文输入法的确。不是，它用的 Linux。Linux？ 那我没觉得呀。没有啊，啊，我这没有问题啊，这个地方一定要理解，这里也是一个重点啊，因为以后100%使用，那你如果不理解的话，课下一定要找时间找我啊，包你会啊，包你会，没包。以后呢，以前呢见过一个很奇葩的一个 bug 啊，说给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么个情况。这个 bug 呢应该是目前遇到最奇葩的，没有之一啊。这么个情况，有个同学呢写了一个命令，叫，当然这个命令咱还没学过啊， ps 杠 -ef 是我们后面要讲的高级指令，然后啊后面来个什么呢，来一个比如说 grep grep， 我要查一下啊我的那个 web 服务器的一个进程，结果呢怎么执行怎么报错，怎么执行怎么报错。为什么会报错呢？我看一眼看下去感觉这个命令呢没问题。哎，然后呢前面这个没问题，哎，后面这个也没问题。后来呢我就没想到是这个问题。这个不是中文的，这是汉字。这是汉字啊。这是汉字。看着感觉和我们管道符是一样的，并且左右加了空格，但是其实不对的。滚。啊，这就是个竖线啊。这个其实有点坑的啊，真的是不注意的话根本就看不出来。这个肯定是故意的啊，要不然谁打个竖线会打个滚呢，是吧？你打一个这个小野摇都比那个滚要好一点是吧，非得打个汉字啊。哎，这个是我们的第一个案例啊。
行，这个案例呢一定要100%的去搞懂搞明白它什么意思，我们后面呢也会去频繁的去使用它啊，过滤案例100%使用。行的话，过滤案例之后呢，那么后面的话还有一些就是用法可能稍微少一点的，哎，这么一个案例，哎，比如说第二个叫特殊的一个案例。那么这个特殊案例呢和我们前面有一个案例得产生一个关联啊，特殊用法案例，特殊用法案例。那么这个案例呢就是我们得看一下前面，前面的话当时呢我们学过一个命令叫 let's 干嘛的呀，是不是以较早的信息输出一个文件的内容啊，哎，行，那么 let's， 那么我们除了 let's 可以直接这么用，其实我们也可以通过管道，通过管道来实现 less 的效果。那这个案例的就是我们需要通过一个管道的这么一个操作方法来实现 less 的一个等价效果。但是这个呢我不希望大家去记啊，知道管道可以这么用，但是这个用法呢就用比较直观的话来说就是多此一举，明明 less 可以直接用，我为什么还要用管道，是不是？所以这个呢我们咱们做一个了解就可以了啊。啊，特殊用法可以用管道的方法来实现 less 的等价效果。哎，例如之前呢，哎，我通过 less 想查看一个文件，通过 less 查看啊一个文件，哎，我们呢可以这么来 ,less less 加上文件的一个路径，是不是这么写的呀？哎，那么现在的话我们通过呢管道啊还可以这么写，怎么写呢？井号 cat， 哎，加上一个路径，然后干嘛呢？管道 less 啊，这个先不要考虑管道，先看前面 cat 加一个路径干嘛的？查看文件。那么查看文件，那这样的话前面记住前面那句话啊，前面的输出就是后面的输入，前面的输出就是后面的输入。那么前面 cat 打开一个文件的内容，内容的话文件的内容不就是本身是 less 想打开的文件吗？那么再交给 less 它应该也能实现对应的效果，那这一点咱可以验证一下。验证了，验证了，这么快。行，那么先试一下啊，先 less installation 啊 install 这个 log 啊，是不是这个效果？行，那么退出来，按 Q 退出来，然后呢我们通过 cat 加上 install， 那这样的话如果本身的话它是不是全列出来啊？这个不是 less 的效果啊，但是这个时候我在后面加上管道，这个空格呢可以加啊也可以不加都行啊，那可以加一个，为了美观加一个，那加一个之后呢后面加上一个 less，是一样的吧？一样的啊，所以这个地方呢不是说了嘛，了解一下就行了，很明显的一个多此一举的操作啊，但这只是一个管道的特殊用法嘛啊，所以这个作为了解就行了啊，它也能够实现这个效果，这两个是等价的，但是我们明明会用 less， 为什么还要走下面这个呢？犯不着了啊，所以这个呢作为一个了解就行了啊，不需要去记了啊，知道它能这么用。行，接下来，哎，第三个案例，第三个案例呢叫扩展处理，叫扩展处理。这个案例呢比较有意思，咱们前面呢讲过了一个命令叫 WC 命令，干嘛的呀？统计行数，统计单词数，统计字节数，是吧？哎，那我现在有这么一个要求，那么请使用，哎，我们呢学过的，就是目前学过的命令啊，来统计什么呢？统计某个目录下的文件，或者说文档的总个数。哎，这个大家可以想一下，因为管道我们也讲了它的一个作用了，也讲了 WC 了，看看能不能把它联合起来用一下。
哎，可以尝试自己敲一下啊，看能不能敲出这个结果出来。嗯。哎，比如说我们这个目录下有多少个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个。哎，你看能不能通过管道加 WC， 最后呢能输出二十一？哎，你要是能输出二十一，那就对了。看看怎么办？很简单，什么命令？哎，的确啊，因为我这边已经写了一部分了啊，杠加上管道加上 WC， 这样行吗？因为之前我们在讲 WC 的时候说不带参数它会输出三个吧，是不是都输出了？但是我们现在要怎么样？要个数，个数肯定是只是一个数字，杠什么？杠 L 还是杠 W 还是杠 C？ 首先可以干掉杠 C， 对 ，C 是字节是吧？那杠 L 我们看看，有的是杠 L， 对不对？那杠 W 呢？为什么也是二十一啊？单词数。对，单词数是以空格，当然回车也算啊，回车也算，以它进行分割的。那这样的话，你看每一个是不是都连在一起了呀？所以它也是二十一个单词，因此也是二十一啊。那么这就是一个扩展用法。那么本身的话 ，LS 能统计多少个吗？不能吧？不能。WC 能统计多少个文件数目吗？是不是也不能啊？能吗 ？LS 出来的结果开头不写的吗？有吗？没有。LS 本身达不到这个目的 ，WC 本身也达不到这个目的，因为我们之前说 WC 干嘛的呀？是统计文件内容的，对不对？两个都不能，结果一组合，哎，就可以了，是不是很神奇，对吧？所以这种类型的这个命令呢，还是比较好玩的。两个命令本身都达不到效果，结果一合起来，哎，它就能实现这个效果了啊。所以这个呢，还是比较好用的啊。以后呢，我们也可以通过类似的这些操作，实现一些本身呢 Linux 里面没有提供的命令的效果啊。这个时候呢，你就需要去借助于这个管道了，因为单独的。有这个命令吗？那也不一定。我们本身 Linux 里面也没有说类似这个命令，说可以统计某个目录下所有的文档个数，没有的啊。所以这边的话，还用这个比较方便。那么所以这个答案呢，哎，就是井号 ls 杠啊杠后面呢管道 wc 杠 l 或者杠 w， 但是我建议大家用杠 l。建议用大家用杠 L 啊，那万一一个目录中间有个空格，比如说有两个单组成的，像我们这里面呢本身有一个叫 lost 加 found 是吧？那如果 lost found 中间不是加号是空格的话，那这个结果就不是二十一了啊，这个后面这个结果就是二十二了，哎，所以用这个杠 L 比较保险一点啊，用杠 L 比较保险一点。这个是什么呀？这个是什么还是什么诗案呢？什么？叫 ls 杠 l 是吧？总用量124。哦。知道什么了吗？其实就是 1.7k 加 4.0k 加 4.0k 加33加45加起来的结果啊，就这个作用啊。所以这个呢我一般也不看，因为本身这个目录的大小呢它是固定是4096，所以其实里面有东西你这边统计的也是不准确的啊，所以这个东西呢就不用管它了啊，总量。行，那么这个答案呢就已经出来了啊，这个就是我们第三个这个案例的一个正确答案啊，通过 ls 杠竖线 wc 杠 l 就能统计出哎总的这个数量了。行了，那么再回头
草下的三个案例啊，第一个呢是过滤，这个呢百分之百使用啊，一定要看明白，特别是这个标红的这句话就告诉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命令。管道呢，一般呢有前和后，前面的这个都会有输出，后面这个呢就会把前面那个输出作为自己的输入，最后再输出到我们的终端上面去啊。